好，各位师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相信大家都知道，最近所关切的，就是世足，也就是世界杯足球赛。这样的比赛，它并不是每年都举行，也增加了它的可变的因素，就像这样的运动，它的球场特别的长，特别的宽，也增加了这中间的可能变数。而我们如果对于我跟我所认为有自己喜欢的队伍，或者是自己的所在所派出去的队伍，就会有分别，希望哪边是胜利。那么在这样的情绪的过程，有的甚至于会请假，然后坐了飞机，找到住宿的地方，花半个月一个月的，在那边当啦啦队。那么在比赛的过程的输赢，世足也常常可以看到胜跟败之间的情绪落差。也偶尔会有冲突，这些都是人性的展现。即使我们不在比赛的现场，也是一样透过电视，可以一样很激动的，情绪很起伏的来观赏，甚至有一些彩券行也会因为这样子营业额大增。那么参与这样的预测的人也乐在其中，因为这有一点像赌的味道。所以人性呢，在这里又看得到。当然，如果牵扯起来，就有些人呢，就会用一些方法去预测，甚至有些过去是用动物。当然，也有人用术数在预测。为的都是达到自己的目的，做一个胜利者。在这个欲界里面，满足自己。而实质上，如果你把它用在对的方面，也可以呢，里面有许多的励志的故事，也可以激励某些人的信心。其实一件事情，你怎么去跟它相应，这个对境，是自己的。我们上礼拜讲的，自己的业缘。有的人从一件事情就会看清楚这样的因缘，那么人的情绪的波动、心态，也可以看到无常。过去的明星、球星，因为树大招风，被盯住以后，
几乎没有作用。过去行得通的战术，现在已经行不通了。那么这里面除了求迹以外，也会使用虚伪的受伤或者一些小动作去阻挠对方的进攻或防守，甚至于啦啦队也会使用心理战，媒体呢有时候也会加进来，影响呢球员的心理状况，让一个人的水准没有办法正常的发挥。所以在这个时方，我们就看到正常的发挥。我们常在讲平常心，不要有得失心，更不要有负面的压力。平常心是道，情绪呢是平常，所以不受这些干扰。因为有这个观念，你平常就在练，不管啦啦队怎么样的方式，你的专注不会分散。这个就是一种修炼。而我们也常常讲，这样的比赛实际上呢是一种切磋，是给自己的一种超越自己的机会。那么也可以用来修炼自己的身心怎么样协调和合，怎么样用身体呢操控这颗球，又怎么样面对阻碍，能够用一些技巧超越。那么对于输赢又怎么样能够提得起放得下，同样的我们做一个观众，这些也都可以对镜练心。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有没有用心在突破，在成长自己，也可以球场看到一个人的球品，他的品性，也可以看到一个团体是不是和合。这些跟佛法有很多的地方都呼应着。而这整个也是一段因缘，因缘生因缘灭，而在这个过程我们有没有看清楚自己是球员在动，还是电视机在动，还是自己的心在动？我们跟着喊加油，跟着情绪的起伏，受着电视机里面的比赛的过程，是什么在动？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意识。你能看清楚的时候，你就能够平常心。
因为你知道一个球赛就是游戏规则，它就是一场彼此切磋的考验，当然会有很多的彼此的考验点。那么这些球员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智慧跟技巧，就在球场上出来。我们当然会给予赞叹，或者也会觉得可惜，因为有些真的叫做乌龙球，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那么我们看到这些就知道，你怎么样预测，很多都是不可知的无常，即使你电脑算得再准，或者说你用怎么样的占卦，这些变数太大了。前一分钟后一分钟，一个人的身心状况都不一样。所以这些并不是用术数或者用电脑的推理所能够掌握的，甚至于连球里面呢也有晶片，让它能够精准的被定位，不要有误判。那么未来呢，应该也会有更精准的，说不定这个晶片也会在球员的身上。那么未来这场球就不知道好不好看了，这个就是人类的趋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球场就是输赢，不是来交朋友的。赢的人呢，回国呢是英雄；输的人呢，回国呢是狗熊。这是很现实的。不管你过去大家怎么样的赞叹你、崇拜你，当你输了也没什么好讲的。所以这些都是现在社会的现象。我们从这里看到务实面，不要在自己呢有自己一厢情愿的看法，这些东西是可以客观的看得到的。那么你既然看得到，就容易平常心。就像医生会看到一个人在球场的跟他的所缘的一些互动关系，他才有办法呢给这个呢运动症候群的病人呢，给他打开这个心结。因为很多的病是心理的因素，也有人为了输一场球想不开的，这样子也会忧郁，这个就打结了。所以
我们也可以从这样的一场大家关注的活动里面，怎么样转为道用。我们要修炼的就是平常心，然后呢理性去看一场球。即使今天你要让自己呢比较融入这个运动，你也是不会乱了自己的情绪，因为人并不是为了这样四年一次的活动而活。虽然这些球员是他们回来可能放假一个月又开始训练，这是一种专业的生活方式，他们专业者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明白各行各业有他的领域，也有他要突破的地方，而我们人生不也是这样吗？如果我们就像一个球迷这样看下去，到最后发现自己喊不出来了，也没办法再去打球了，才发现这一生虽然很喜欢足球，可是呢已经没办法参与了。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路上，时间要拿捏好，然后对镜练心的这个功课，就连看足球也可以来练。当我们的心有了不平，有了情绪升起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当下放下这个东西？因为妄想生出来了，也没有发现。然后现在呢，对方进球，烦恼生出来了，有没有发现？因为自己呢随顺烦恼，就想要呢赶过去输的这一球，那就不是转境，是被境转。所以作为一个教练，他是必须冷静的。作为一个球评，他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做一个观众，不只是球赛，在人世间我们要清楚自己的内在跟所愿的外境的对应，然后呢对自己呢能够明白自己呢真正的自己不是这个眼耳鼻舌身意，不是这个，才不会呢被他骗。那么才能够呢改变他。所以我们也解释过，那么回到自己的真如自性的时候，已经超越时间的骗局，因为打破了空间的概念，因为你只有的时候它就真的存在，你没办法实证的。
所以为什么四相不生？如果认为有这些法则现象，就把自己呢框住，所以这些理则是哪来呢？调整我们本来的错误的知见，让我们呢把这些误会先搞清楚，那么找适合自己的法门去深入，不一定要成为师，不一定。但是我们讲的一门深入，还是这个门还是在心，究竟习义的功夫。因为我们人大部分都是求迷，都希望在人天呢事事如意、幸福安乐，那么名利双收。所以可以看到，大家都往名利两个字在追，也看到有的人对天非常的向往，认为他高高在上，有这样的威猛，这样的尊贵。很羡慕，甚至有神通。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下士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即使接触了佛法，他也知道呢有因必有果，会从善业呢种因去修。那么到老了病了，想到呢可能要解脱，知道必须放下，如果还来得及，说不定仰仗佛力还能够解脱，只要呢没有犯下大的过失。当然如果根气比较好，他知道人生啊跟这个球赛一样，不管球赛怎么精彩就会结束，就会当着看戏看电影一样，情绪不会太激动，不会太入戏，对很多事情比较容易平常放下。既然知道这个身体跟这个衣服是连在一起的，衣服破了，身体坏了，我们真正的自己呢，也不是这个身体，因为看太多的生老病死的时候，世间的很多事已经豁达了。那么如果上根器更明白，人生若是以服务为目的，而且真的去做，自己呢跟众生都没有分别，也没有所谓的涅不涅槃的问题，当下心佛众生都在，不是这个身体，是这个心的自信，也是佛心，也是众生
跟我们的众生心的因缘。所以这些的因缘呢，就在我们的愿行里面开始转变我们的心事。也没有想求什么，因为三轮体性空，也不会随顺烦恼。因为本来无一物，缘起性空，能明白了这些，并不一定呢名为呢六波罗蜜，而其实分分秒秒，甚至于每一个念头都是波罗蜜。念头也是空，起的念头的根尘是作用也是空。那么念头是谁？它也是空。所以一切的生与意，就往三不护的境界在修。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佛成佛，他并没有动念要讲法，是有人跟他请法。我们上礼拜讲到的，才开始讲，才开始转法轮。所以我们讲真正的佛不是这个身体，而是无相的光明。我们知道还得去理解阿爸法三身它的运作。那么有一天我们也能体解，如果自己呢身是菩提树，那么也懂得呢先了解呢发菩萨的愿，做菩萨的化身，破一分无明，证一分法身。我们渐渐也能明白什么叫法身。特别修果圣，自己呢先认为观想自己是菩萨，那么对面也有菩萨，法界另外还有菩萨或者佛，这样的意识的运作，如果不了解自己的意识是什么东西，也不了解空性慈悲菩提，那么只是一种自己的妄想在运作。或许这个我执能慢慢的减少，但是没有福德。甚至于论假为真都会常常莫名呢觉得自己呢来了一个境界，那么
有，而不知道我们常在讲的佛来佛展，魔来魔展。就很容易回不来，因为意识呢深的，要进出呢难的，同样就像我们讲的行深以后，如果我们修清净，就会照见无蕴皆空。如果我们只有呢行深以后，就不知道什么状况。那么用刚刚我们的举例，这个求赛真的是度一切苦厄。因为这个因生不起来，苦的因生不起来，不管球队输赢，八风吹不动，一样看球赛。那么心得是不一样的，因为更能够熏习自己的心性，那么所做出来的，如果要评论的话，也会呢很客观。这个就是心不动，那么有些外道他也修禅定，但是这个定跟行菩萨道的呢又不太一样。因为心量的不一样。因为数量定跟一般我们修这个即使呢修天的四禅是不一样的。所以希望大家明白，从球赛里面我们看到了，也可以看到四念处，因为它确实就是这样的相应的佛法。所以佛陀的智慧真的是让我们开了我们的心，开了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心里呢能够明白，然后呢我们愿意去验证它，并不是不相信，而是去验证它，这就叫做实修实证。我希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习惯，能够知道这些境，看清楚社会的现象。那么这些就是人的在欲界的心态。虽然我们过去很重视一些时尚的伦理道德，渐渐呢学校里面的天下为公、礼义廉耻或世界大同都看不到了，到现在呢都是想办法能进入好的学校，将来呢找到好的工作，那最好自己呢还能够有机会当老板，然后能
尽量拿到很多的证照，表示自己呢有这方面的专业，容易找到好的工作跟好的薪水。起码呢有一个机会，那么将来呢能够在工作上培养自己的实力。不过在职场久了就会明白，实力呢跟心态有很大的关系。你人生服务组的人呢，在职场上实力会增加得很扎实很快，可是你越会计较的，越早呢从职场退下来，因为实力呢不坚固，有三分呢讲七分，迟早呢要裁员，就第一个想到这样的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有没有去想要实修实证，还只是想要得到什么，而不肯呢自己真正的去修去练。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大家都抢着要，一样是挖角。同样修行不也是这样吗？我们不求名利，可是我们自己要明白，佛陀也是这样一步一脚印，做人生服务主。那么在这一条道路上，不管旁边多么诱惑人，不管旁边有没有一个相似的路可以走，认为它比较快，或者认为它可以给你怎么样的证照，你没有按照正路走，其实这些都是浪费我们的时间。第一个贪快，第二个贪名，缘起都不对。你如果真的按照正路走，就是随缘尽分，因无所住，你不会呢用心机想要去规划什么，像做企业那样。虽然现在在欲界，众生喜欢这些，那就看自己你能不能不被这些所困。你有了很大的家业，你想没有烦恼的修行，事业大，金钱多，或者说员工多，团队大，你能清净心修三轮空吗？修四色六度吗？可以的话就可以啊。每个月贷款的利息，
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有贷款，只要你要扩展的都会有，都有经济的压力。你能心里没有压力吗？有的会有员工的管理问题，你能够不被这些人事的是非而起烦恼吗？所以记得以前龙七八祖师又给我们告诫，告诉我们要小心修行的陷阱，这些都已经在我们这一期都看得到这些现象，所以希望明白这些呢，从社会看到我们自己的修行，我们如果连自己的解脱都没有把握，即使懂得很多，自己并没有去训练自己放下这些妄想、念头、烦恼，那么就是变成一种学问。智慧呢，并没有自己的开显的智慧，没有，因为都被这些执着所蒙蔽了自信。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求再更清楚知道，我们平常心去踢球，起码还能踢出呢应有的水准。我们不要呢强出头，起码呢我们的光芒啊，不会让人家想来这个把我们呢看好。所以在修行很多呢，都在讲密行。你密行才能够走得久，走得稳。也就是很低调。那么不用呢有一个自己的定位。因为这些就是我们讲的。过去有些君王要去请这些有实力的军师的时候，都是一请再请，因为真正的有实力不会呢轻易的露出他的光芒，我们叫会慧光，会把光芒收起来。虽然佛陀成佛啊，放光不是刻意的。好，我们继续再来讲《法华经》。我们双手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如来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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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
那么上个礼拜啊，我们讲到这个佛的16位在家时候的王子啊，当时这个要来请佛说法，那么就讲到啊，他们觉得自己呢，因为他们的父亲已经成佛，然后觉得自己呢能够这样子，很庆幸能有这样的，可以有得到佛的加持，那么非常的欢喜，也都能够归命在这个佛的座下。我们继续讲，16王子既赞佛已，劝请世尊转于法轮，闲坐是言，世尊说法，多所安稳，怜悯饶益诸天人民，重说偈言：世雄无等伦，百福自庄严，得无上智慧，愿为世间说，度脱于我等及诸众生类，为分别显示，令得是智慧。若我等得佛，众生亦复然。世尊知众生身心之所念，亦知所行道，又知智慧力，欲乐即修福，宿命所行也。世尊悉之矣，当转无上轮。那么这一段当然还是在讲这个行佛转法轮，那么后面呢，就又在赞叹这个佛知道众生的根基因缘。那么这地方讲的转法轮，我们为什么讲这个法轮？我们都也知道，法轮是八福轮，是八正道。你用八正道，就像这个车轮，不管是牛车、马车、羊车，你才能够呢，这个大圣、小圣，这样来载修行人到彼岸啊，到因地，从因地到果地。并且这个车轮呢，用八正道才能够克服这些障碍，这些自己的烦恼，就像轮子一样，把这些石头什么全部超越过去，也就是我们讲的由佛所说的法，就叫做法轮，也就是我们依教奉行这个法教，就叫做法轮。然后这个法教就有刚刚讲的像车轮一样这样的作用，承载然后能够催催这些无明烦恼啊。那么这里讲了百福自庄严，得无上智慧。我们知道这地方就是福慧而之良，我们讲的两足尊，所以这里讲百福，百的意思就是很多很具足，所以叫做百福。那么无上智慧当然也代表着无上，也就是智慧很高，而且呢也具足，因为两足尊都是具足的。那么无上也代表着呢，是没有阻碍的智慧，就像我们也讲过，我们修六波罗蜜，那么最后呢，修波罗就是智慧，前面呢都是修自己的福，后面呢波罗修智慧，然后福慧呢后面呢在十波罗蜜去利益有情，所以。也可以呢，有一个波罗蜜，你把它跟我们讲的六波罗蜜，乃至于十波罗蜜，这个精神全部来融合在一起修，但大致上是这样的一个次第。
那么整段讲起来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十六王子就用祭来赞佛，好，来赞佛。那么就是前面所讲的，就劝请世尊为他们呢转这个大法轮。然后贤作士言，就是异口同声就讲啦，请世尊来说法，那么让我们呢都有安稳，来也怜悯我们，也饶益这个诸天人民。那佛当然就是天人师，所以我们也常常在讲，即使是天部，即使是天道，即使是在色界，他还是会来请佛讲法轮，因为他们也知道自己并还不能解脱，那么也愿意来护持佛法。所以我们也不要觉得谁是内道，谁是外道。就像我们讲的，佛陀呢成佛，当时有90几种外道，佛呢也都要呢度化转化。所以这地方讲就是饶益人天，又讲这个祭啊，佛呢是无上，这个地方我们讲大雄宝殿啊，无上最高的大雄，雄勇威勇，没有等轮，也是没有可以跟他平等这样的尊贵，这样的修正。那么用百福自己庄严，而且也证得了无上具足的智慧，并且呢愿为世间说，这个说是讲说法，然后度脱我们跟一切的众生，并且呢他会随着因缘根器分别的开显指示，那么让我们呢从文思修，我们听了佛的开示指示，也得到这个智慧。假设呢我们呢也证得佛果，那么所有的众生也是一样，也就是说今天十六王子呢能够这样子未来证得佛果，所有的众生也一起证得佛果。那么世尊能够知道众生，他的这地方讲就是身心之所念，就是众生的心的深处，他的意念，又知道呢他所应该行持怎么样的修行，也知道呢众生的智慧力，他的所谓的我们讲慧根，那么他喜欢，也就是他的习气，喜欢怎么样的修行方式，还有呢他现世，也就是这一世他的过去世，现世跟过去世所修的福，跟他的善恶业行，那么世尊知道这些众生的因缘根基，当然就要请世尊随机来转无上的法轮。其实记得释迦牟尼佛也都是在定中，然后不管是菩萨或阿罗汉来行法，世尊才开始讲法转法轮。当然阿弥陀佛经是不请自讲，也在结下安居的时候
那佛陀也知道在结下，然后讲的，因为结下本来就会有一些因缘呢，要为大众开示，所以这地方讲，佛陀他能够知道众生他的意识深层的意识，并且呢，能知道他过去的因缘应该怎么样引导他相应，让他能够欢喜的修行。当然也包括过去的善恶业，能辅佐他，让他能过关。这个法轮就让他能过关，能够突破超越。那么也会看他所修的福，因为我们讲福慧二字两，你不能只修慧不修福。这地方又在讲，所以我们明白，有些人以为自己呢很有正量，其实佛不会去有这个念头。虽然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心的深层，因为当事人可能都不知道，甚至他会否认。那么给他一个法，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具体的法，说不定只叫他每天中午几点呢开始唱诵啊咒语或者念佛，因为他明白众生的当生的福，这个福德跟过去的三恶业，那么也知道他适合怎么样的修行方式，能够让他早一点开悟。这些就是我们讲的，我做一个人天导师，就有这样的力量来协助大家。我们继续讲，佛告诸比丘：大通智胜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十方各五百万亿诸佛世界六种震动，其国中间幽冥之处，日月微光所不能照，而皆大明。其中众生各得相见前作誓言：此中云何呼声众生？又其国界诸天宫殿乃至梵宫六种震动，大光普照，遍满世界，胜诸天光。那么这一段就是讲啊，刚刚请法轮，这里呢就现了瑞相。那么所说的五百万亿，这个五代表的就是五道众生。那么这地方所讲的幽冥之处，就是讲体位三根，这个三根三之间那个地方的幽冥界。那么所谓的幽冥界，大部分真的就是在这个山谷里面，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幽冥的众生，他还呢会用他的意念所想的在那边生活。那么在那个地方呢，也不是说掉到地狱，也没有，他就是还是在用那种他原来的意念，可能也有村庄部落。那么偶尔呢也会有这个魔来干扰，那他们就要逃，就像这个我们讲的有这个强盗，好吧。那有时候也会有正神来这边巡视，所以在这样的幽冥呢，是呼应到这个人他活着的时候对自己一生，因为他没有碰到佛法，他认为他未来还会有一个社会，就在这样的意念里面，那么也没有，他也没有大恶，也没有大善，就会在这个幽冥。
那么时间到，当然他还会六道的轮回。那么佛告诸比丘，那么大通智胜佛啊，他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那么十方就是八方加上下各有这个五百万亿之多的，就是非常多的诸佛的世界。那么这些就一起呢起了震动，因为这里面呢也有众生，也有诸佛所教化的这个世界。那么我们讲的六种震动，就是我们过去讲过动、涌、震、急、吼、爆，或者这个六呢也可以从东南西北，或者说前后左右加上上下震来震去的这个震波。那总之就是各种的震动，我们就暂且呢用方向跟方式来诠释这个六。那么这当中啊，刚刚讲的就是这个国啊，有向来呢没有被日月的光明所照，那个地方就是黑暗的幽冥之处，竟然都大放光明了。那么在这个幽暗当中的众生，过去呢都看不清楚，也不清楚说哇，原来这边还有这么多的众生，因为彼此呢都自己活在呢自己的意识层次里面。那么只有自己一小撮跟自己比较聚缘的会在这个幽冥聚在一起，还在活在自己的那个无明里面。他们彼此呢跟外界呢也不知道说哇，原来这边还有这么多。今天因为成佛的光明，他们也都看到，所以大家都很惊讶的说，这个幽冥之中怎么忽然间有这些这么多的众生生起来了啊？他以为这个众生是生起来的。那么又讲啊，在这个国界里面，当然也会有这个欲界，也会有色界的这个梵天宫。这地方讲梵宫就是梵天，也就是色界第一天的梵天宫殿。同样呢，即使在这个佛教化的地方的梵天宫殿，它也起了震动，也就是不只是这个幽冥界，它的这个梵天的部分宫殿也震动，然后佛的大光普照遍满世界，都超过一切的天光，因为天里面还是有光。那么这个佛光是它的亮度啊，是超越了这个天的光。所以也有一些无明的众生啊，他认为看到光就是看到佛，他就是不明白魔也可以幻化成光。就像我们讲的欲界，或者这边讲色界，他也可以呢，如果我们看这个西藏生死书就知道，六道也有它的光。那么天当然光更强，跟佛的光那是完全不能比的，因为它整个这边比喻的是五百万亿诸佛世界，它的光能够遍布一切的众生。所以我们讲佛光普照是这样子的。我们继续讲，尔时东方五百万亿诸国土中，梵天宫殿光明照耀，备于长明，诸梵天王各作是念：今者宫殿光明，昔所未有，以何因缘而现此相？那么这一段是在讲这个，开始就是讲梵天王。就开始呢也要供养
啊，劝请佛呢转法轮。那么因为这里呢，从东方开始讲，我们讲过，东方就是如果以这个大通智胜佛来讲，东方就是他的前方。啊，我们一般讲东方。那么同样的，东方看过来呢，佛的方向呢，就会是他的反方向的，我们说的西方啊，因为他是对面方。然后呢，这个整段讲起来就是这个时候啊，东方五百万亿的诸佛国土中的梵天宫殿，啊，它就是光明照耀，而且胜过平常的光明加倍，佛光普照。那么诸梵天王呢，就各自这样子讲了。今天宫殿分外的光明，是过去未曾有的，不知道是什么因缘而现这个瑞相，也就是这些梵天宫殿这些天王就这样的想。是时诸梵天王即各相议，共议此事，于彼众中有一大梵天王明就一切，为诸梵众而说偈言：我等诸宫殿光明习未有，此事何因缘，一个共求之，为大德天生，为佛出世间，而此大光明遍照于十方。这个时候啊，诸天王就开始呢共议啊，开会啦，来讲，共同来商讨呢这个光明照耀这一件事。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位大梵天王叫做救一切啊，叫救一切天王。他就讲了一个偈颂，跟所有的梵天众讲：我们的诸梵宫殿分外的光明，过去未曾有，这是什么因缘？大家应该共同的去推理，去寻求答案。到底是因为哪一位大德降生，还是佛出世，才有这样的大光明遍照十方呢？啊，就是这一位。就一切天王就讲话啦。那么尔时五百万亿国土诸梵天王与宫殿居各以一格圣诸天华，共议西方推寻事项，见大通智胜如来处于道场菩提树下，坐狮子座，诸天龙王钱达婆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恭敬围绕，即见十六王子请佛转法轮。那么这地方讲啊，就是他们就开始往发光的那个光源去见佛。那么这里讲的啊，这个共议西方寻推事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东方的梵天，那他看到光呢，就是在他那边是认为是光，就是大概从西方照过来，就是西跟东两边啊，所以他就往西方去找。那么这地方所讲的菩提树呢，就是我们知道啊，树座是因为有佛这个发菩提心，那么能够圆满这个佛果，所以这个树呢就名为菩提树。我们有时候会讲觉树，或者讲他成道啦，叫做道树。那么整段讲起来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有五百万亿国土这个诸梵天王带着他们的宫殿，那么用衣襟，他的衣啊就是捧着，就承载着天花，一起到西方去寻找这个光明的瑞相的来源。然后他们看到大通智胜如来在端坐道场，在菩提树下狮子座上面，那么周匝他的旁边就有天龙八部众，那么恭敬围绕，也看到那十六王子啊在请佛转大法轮，也就是这些东方来的呢就看到了刚刚十六王子的现场。那么继续讲，即时诸梵天王头面礼佛，绕天百匝，即以天华而散佛土，其所散华如须弥山，
并以供养佛菩提树，其菩提树高十由旬，华供养仪各以宫殿奉上彼佛，而作誓言：唯见哀民，饶益我等所幸宫殿，愿垂纳出十诸梵天王，及于佛前一心同生，以祭颂曰：世尊甚稀有，难可得值欲，具无量功德，能救护一切天人之大师。哀悯于世间十方诸众生，普皆蒙饶益我等所从来五百万亿国，舍身禅定乐，为供养佛故，我等先是福宫殿圣严师，今以奉世尊为愿哀纳受。那么这里前面大概就是讲这个诸梵天王众就广成他的供养，那么后面又做了这个祭来做赞叹的法供养。那么善华如须弥，就是讲这个花呢很多很广，好，就整个这样子散布下来来供。那么并以供养这个佛的菩提树，因为佛呢是坐在菩提树下，所以呢不但供养佛，也供养用花来供养这个菩提树。所以我们常常也在讲啊，身是菩提树，因为我们也举例解释过为什么我们有草有树有小树有大树，那么怎么样饶益有情，怎么样成长道业，这个我们都有讲过。所以这个菩提树也有这样的表法。那么整段讲就是这个时候啊，诸梵天王头面礼佛，绕佛百千匝啊，就一直绕，并以天华散于佛上啊，就在天上呢也散花。那么所散的花呢，就这样子飞舞啊。那么看起来好像啊，须弥山量非常的广大，来供养这个花，啊，能够这个供养佛跟佛背后这个菩提树。那么这样子用花来供佛圆满呢，接下来就供养他们的宫殿，也就是他们献上他们自己呢在天上的宫殿。大家要明白，这些天部的神都有他的宫殿，而且他们就是宫殿呢不是聚落型的，他们会有一个距离，这边跟这边有点距离，可是他们也知道说，啊，我旁边这是哪一位，我旁边是哪一位。但是他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台北啊，都是这个一条路啊，然后旁边很多房子，不是这样，它是一个一个地方。那这个宫殿是怎么出来的？就是过去的修行的这样的福德，啊，这个所怎么讲，我跟我所，他所现出来的他的宫殿，他把过去自己的修行的宫殿用来供养佛，然后就讲啦，希望佛啊能够哀悯，能够利益我们，啊，我们把我们呢的宫殿呢来供养佛，那么让佛呢能够居住，好。那么这个时候啊，诸梵天王就在佛前，大家呢诚心的一心的，就这地方就是讲同生的，好，同生的一心同生，以祭来诵来赞叹，就讲了世尊成道啊，非常的稀有难得，可以说是历劫难逢的这种很珍奇的际遇。佛具足了无量的功德，能够救护一切的众生，那么为天人的师啊，大导师，那么哀悯世间十方的众生啊，包括五圣啊六道，普遍呢都能够蒙受佛的法义。那么我们从五百万亿的国土而来，那么舍弃了甚深的禅定
的这种禅悦。那么大家要明白为什么呢？在色界不好修，一方面呢太舒服了，二方面呢在色界的天人很容易入定，常常在定中，那么禅悦呢为实。那么大家也明白，我们人入定都好困难，然后呢有苦有乐，又有这个身体的隔阂，又有生老病死的无常，因为没有定呢，念头呢又纷飞，不是妄想呢就是烦恼，好像人呢很可怜，不幸福不快乐。其实也就是这样，人才好修。如果真的我们到我们的禅定色界天，怎么修？有这么好的宫殿，不需要什么，没有什么欲求，安乐。世间事也不会想管，那么有时候会来回天跟人之间，因为他必须还是在天在人才能够进步。所以这地方啊，天人就讲了，他舍弃了这种禅定的快乐，那么远道而来，为了就是自诚的供养佛而来，并且呢，我们有过去的福业所感得的梵天的宫殿，非常的庄严。那么今天呢，因为这样，我们也愿意供养世尊，希望世尊呢慈悲哀悯。而接受就是纳受，因为在天就是这个，他把自己的我跟我所，我的禅定他不要了，我所的宫殿他也不要了，他哪来供佛？所以真正的天部的正神是会来护持三宝，因为他知道佛或者是法身大师这种法界的光明，跟他们在天的这样的果位，实在是没必要差太多了。他们很想能够抓住这个因缘，也能够大破大立，他已经既得利益可以不要，不管在几禅我就是不要。所以有时候会觉得人真的很没有正知见，我们讲的禅就有五种，定呢刚刚讲到菩萨是无量心定，跟这个四禅天一定两个月、三个月、五年、六年，是差天地啊！因为心量的缘故，它的光明也完全不一样。有这么多的佛土都能够普照，所以今天。我们人如果执着于有一个我，或者我所有的，包括这个身体，在那弄了半天，我见跟身见，你没有用菩提心去突破，真的很难。
因为你自己的欲求就当自己呢锁在欲界里面，所以希望大家明白，今天这个大梵天，也就是这个初禅，他能够呢舍弃他的既得利益，要来供佛，真的是很有智慧，也知道抓住机会。那么当然我们也明白，大梵天王同时呢也叫释迦牟尼佛的时候，请佛转法轮，因为这因缘就是这样子，每次佛呢证得无上正的正觉的时候，大梵天王都会出来请佛转法轮。我们继续讲，尔时诸梵天王即赞佛以各作誓言，唯愿世尊转于法轮，度脱众生，开涅槃道。使诸梵天王一心同声而说偈言：世尊两足尊，世雄两足尊，唯愿演说法以大慈悲力度苦恼众生。尔时大通智胜如来默然许之。那么这个地方啊，开涅槃就是讲这个，让众生度脱众生，能够解脱涅槃。那么整段讲这个时候啊，诸梵天王就用这个偈赞佛，圆满，就各自内心这样子讲：但愿世尊为了转法轮来度脱众生，开示涅槃之道。那么这个时候，诸梵天王又一心同声的又开始说这个偈啊，这个世雄两足尊，唯愿演说法要用大慈大悲这样的威德力来度脱沉沦在苦海的众生。那么这个时候，大通智胜如来就依诸佛的，其实诸佛他都是默然许之，他嘴巴不会讲，但是就是默许，不像我们啊，心念呢这个波动很厉害，就是一直问，一直一来一往，或者一直问，一直问，心念一直波动，什么时候？什么方法？就一直一直在问，念头一直一直不停的，都没有懂得放下。那么以佛来讲，所谓的默然许之，就是知道默然了，他不会再去动念作意，也不会去规划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方法，他不会用我们人类的思维在用这种意识里面的运作。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很多修行人话很少，或者我们讲省字一格，因为修行到后来没有这些情绪波动，这个脑呢不会乱窜，它会安住。那么这个安住是因无所住，你所要讲的收到，所以默然许之。那么这是佛的常规，佛的话非常少，除了众生请法他讲，不会像世俗的这样的方式。当然菩萨呢可能四摄法话会多一点，可是也不会太多。所以希望大家明白是为什么默然许之，默然就代表默许。而我们人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还问砂锅在哪里，就是呢不晓得自己的念头怎么那么多，一直问一直问，而不知道自己的念头其实是障碍自己的妄想。好，我们来持诵释迦牟尼佛心咒。唵嘛呢嘛呢嘛嘛呢释迦牟尼佛。
南无你释迦牟尼佛。药师如来行咒：唵呗喀喳呗喀喳嘛哈呗喀喳拉喳萨姆嘎勒娑啊。贝卡扎玛贝卡扎拉扎萨姆嘎勒娑哈唵贝卡扎贝卡扎玛贝卡扎拉扎萨姆嘎勒娑哈，唵呗喀喳呗喀喳嘛哈呗喀喳拉扎萨姆嘎勒娑哈。唵呗喀喳呗喀喳嘛哈呗喀喳拉扎萨姆嘎勒娑哈。唵呗喀喳呗喀喳嘛哈呗喀喳拉扎萨姆嘎勒娑哈。唵呗
卡扎，贝卡扎，玛哈贝卡扎，拉扎萨姆嘎德索哈。Bekaza Maha Bekaza Laja Samuka De Soha Om Bekaza Bekaza Maha Bekaza拉扎萨姆嘎德索哈嗡贝卡扎贝卡扎玛贝卡扎拉扎萨姆嘎德索哈嗡贝卡扎贝卡扎玛贝卡扎拉扎萨姆嘎德索哈嗡贝卡扎贝卡扎玛贝卡扎拉扎萨姆嘎德索哈。观想药师琉璃光咒晕远扬，消灾延寿药师佛，让一切有情世界能够让灾难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也让大家能够寿命安稳，方便修行立身。也能够涵养法身慧命，好，我们慢慢将光明收入身心，慢慢出定。那么今年的一些灾难会比较多，那我们利用禅修让这些灾难不祥能够化解。那么同时我们要修行，虽然这个色身不是需要去执着，但毕竟它也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法器。身是菩提树，树呢还是要健康一点比较好，所以希望大家也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这个色身。好，我们今天禅修就到这个地方圆满。阿弥陀佛，阿弥陀佛。